作品算是已经要完成阶段了哈。对啊，应该吧。哇，真的，这第几件作品？这个应该第四吧。第四件，所以这样算下来，平均两个两节课做一件。对，大概两三堂课啊。三堂课，就是要做吊衣架哈。对，吊衣架。对呀，你上身。来，这个作品是要贴什么样的花色呢？你就提汤计选吗？木，是一天赶上全部的进度。晚上再处理。对，因为我欣赏老师。你不忍心离开他，对不对？是。对，那老师有什么样的优点呢？老师哦，亲切，和蔼可亲。对。有耐心，有耐心，非常好。嗯、所以让你从不懂到懂，完全是契合成。一契合成。就是很多是小熊在一起哦。那怎么想说对结果巴特特别有兴趣？结果巴特，就是一个创造力的学习，对。然后对舞蹈的话就比较没有兴趣。所以你想说算是比较文静比较文静的东西，比较喜欢艺术类的东西，是因为你有含艺术的涵养。对。那感觉怎么样子呢？我非常有成就感，而且我一直想学这个，然后我不晓得社大有，但是我去那个成果发表会的时候看到，哦，然后我就多报一堂课这样。对，以前到处有这门课，直到说在成果发表发现这门课。对，原本我是学卡拉 OK 嘛。对。对啊，然后就去成果发表会看到啊，然后就多报这堂课。对。啊，我就是一定会继续学下去，因为很喜欢。对。